大家好，我们是 FS 福音 Sam， 我是福音，我是 Sam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们全新专辑《我们走在相思湖畔》里的《月光下》。月光下这首歌曲呢，也是我们 FS 第一次尝试所谓的中国曲风。那而且它的歌词其实带出的含义也非常非常的特别。Sam 要不要说一下？因为其实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一首歌的歌词，在公司里面已经花了大概2个小时。是，然后原本我以为这个歌词就是描述很优美的环境，然后那个白莲花有多漂亮。可是原来这个歌词要讲述的是那我们心里内心的那块初衷。对对对。然后其实在拍摄这支歌曲的 MV 的时候，我们还特地我们穿的西装就是这个专辑里头的这一套风套，我们就走进了森林，大概30分钟的时间，去到了一个瀑布，然后我们还去到了瀑布中间有一个它的像是类似一个湖的中间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因为要穿着很长的裤子要拉起来，去到湖中间，然后拍摄慢慢对准，慢慢对准，感受大自然的漂亮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支 MV 里面的那个风景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会有很多很特别的画面，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就去搜寻这首歌曲《月光下》。白莲花捧着晶莹梦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FS 福音 Sam， 我是福音，我是 Sam。您现在来到的是银河网络电台，暂时忘掉忙碌的生活，听个音乐，轻松一下吧。